厉害啦！哦，哎呦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仙女，这位美女竟然跟她是相像的，哎，那代表这肯定是一号美女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来，乡民怎么说？来，以为自己穿越到古装剧了，看到白浅本人，她的名字就是白浅，白浅，过来，过来，仙气爆，仙气爆，仙气肯定的，来，笑容甜美，连微笑角度都一模一样，这么漂亮，这么美，有那么。像吗？我来看看。你怎么没？哎呦，哇，有啊，无不的啦，哎，水干嘞，那也水干嘞，水干嘞，而且是我的女神呢。天哪！一、二、三、三，水干啦，吴又希嘛。等一下，跟他要来表演一个什么样的内容？哦，因为当时那个三生三世很红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去唱歌，大家都会点凉凉叫我唱。哦，凉凉。但讲真心话，这个因为他这个演白浅的时候是跟 Mark 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赵又廷，赵又廷，赵 Mark。今天有没有男伴可以跟你一起的？有，今天有一个神秘嘉宾，赵又廷。春燕都来了，会不会真的？哎，有可能，赵又廷就来了，赵 Mark。今天太好了吧？厉害啦！一起来欢迎我们白浅还有赵又廷带来精彩的凉凉。是喜欢吃生肉的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，但我不喜欢。快吃吧，会饿的。肉要煮熟了才能吃。你饿了，我会心疼的。你干嘛？犯事！舌头。还不吃吗？不吃是要让我再亲你吗？不吃，我要你再放肆一次，再亲一个吧，宝贝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是要再亲一个吗？树叶渐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。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。赵又廷，乱弹阿强。忘掉桃花凉，前世里走蛇香。这一颗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。都是假象。阿强老师。难了这旧的心，还有几分前生的恨。两两三世，三世恍然如梦，细雨的年份感泪更浓。牵不到手，可是回忆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。你不要来找我，我自己
会过得很好的。我曾经梦想着去看星星、月亮、云海，但现在似乎都做不到了。白浅，快告诉我你在哪里，我想找你，我要跟你 take a break。 我在诛仙台，诛仙台，如果我跳下去就能回到我该去的地方。夜华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放过我吧。我也放过你，我们就此永不相欠了。不，你不要跳。咻，你听我说。好快哦。你还记得你给那小蛇的一吻吗？那可是我的初吻。如今你夺走了我的初吻，我今天要抢回来。我要给你不同种的蛇吻，我要让你抢回来。这是牺牲你了，又牺。我呀呀，又不好意思。所以每一次啊，就是说人有时候就是因为一次的表演。是是。好吧，哎，慢慢退后一点。我请赵国廷，这里再访问好不好？赵国廷，维持一下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你可以到诛仙台。那边都是你的舞台。我们今天才知道，其实你是会唱歌的，而且又能演，又能演，对，又能演，又能演。然后你在那个演戏当中，你要克服万难，跟鬼演戏，然后你都不会笑。想笑，那你到最后才在笑，你前面都 hold 得很棒，然后最后还要给你一个不同的舌吻，那好难搞，演技出的。好了，回来，别呕了，别呕了，很好了，他真的很像了。但叫你这个演赵又廷，等于是与虎谋皮吧？对呀，没有，他演赵又廷多年了，蛮多人比较辛苦。但更辛苦的是观众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道歉，我们先道歉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赵又廷。对了，刚刚还骗他们。赵又廷了，其实眼睛蛮像的啦，我觉得眼睛眉毛。眼睛，好，算了，头发比较像，造型稍微改变，比如说过来一点，对，那再过来一点，这样就越来越像，要交叉的，对，这样越来越像，露出一点点。到底你们觉得跟我们的杨幂像不像？举牌。哎呦，高票，20票，谢谢。很棒哦，在我们节目那么多次哦，这一次是真正让我们看到你了。他的名字叫巫又熙，如果你记不住，嘴巴捂起来，巫又熙。好，谢谢两位精彩的。